喂，哎，嘛呢？我在家呢，怎么了，大老师？赶紧的，赶紧的，快点！我演唱会要开了，你教我怎么跳舞啊？哦，好。哎，我哟，等一下啊，等一下，一会儿等一下。钱老板，怎么着啊？哎呀，是大老师吗？喂，是大老师吗？啊、是是是、啊。哎呀，听说你演唱会这个开的如火如荼，红红火火呀！哎呦，给您太成功了！哎呦，给您拜年了，给您拜年了。我呀，没什么，就是一块唱 KTV 而已啊。那您开的演唱会那么成功，还不请哥几个到我的火锅店里搓一顿啊？生往里聊啊，太棒了！行行行，咱们要吃什么呀？吃，当然是吃火锅了。太好了，睡什么睡？火锅迷们起来嗨！ Yeah! 多烫几下，吃了老火锅，喝点老银茶，保证你娃第二天不会火飘火辣。做到起慢慢来，边吃边怕，啤酒喝到最后只属香香。吃的飞快的那个是麻辣烫，还是尖尖的那个是串串香。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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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而成家，高人一筹的吃货行家包含。欢迎各位在这样香气扑鼻的夜晚，用掌声欢迎老气横秋的我。没有。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依然是我们新鲜有营养叶子面膜为您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哎呦，你的衣服好看，不灵不灵的。下雨都没关系，雨都淋不到我，感觉有点不灵不灵的。不灵的不灵的啊！寒冷的冬天又到了。现场各位朋友，喜欢吃火锅的请举手。Everybody， 哎。所有人都爱吃火锅，没人不爱吃的。真的呀！哦、我们天天向上新一季《中华柳枝地理之冬日暖食》，我们今天要开煮了。哎呦，我们叫吃火锅，吃着火锅唱着歌，哎，养着膘乐呵呵。现在我发现，但凡跟火锅有关系的都特别的红。是、哎，费翔有首歌嘛？你就像那冬天里的大火锅，嗯，是吧？就像那冬天里的大火锅，火锅。你看，有些美食机构啊，研究啊，就是2015年数据显示，火锅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美食，超越了烤串，起源于中国，历史悠久，历经秦汉唐代的演变，到了宋代才有了真正的火锅记载啊。火锅古称古董羹，因食物投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咚声而得名，是中国独创的美食，历史悠久。据考证，西汉时已有火锅，到宋代火锅吃法在民间已十分常见，元代时火锅流传到蒙古一带，以牛羊肉为主料。据坊间传闻，当初是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用头盔当锅，把牛羊肉切成小片涮着吃。至清朝，火锅成了一道著名的宫廷菜。我国的火锅花色纷呈，百锅千味，著名的如川派麻辣火锅、港式海鲜火锅、北京羊肉涮锅、杭州三鲜火锅、云南野生菌火锅、东北白肉火锅、广东牛肉火锅等等，各自风味别具，堪称为寒冬里的席上春风。
一博，你还吃火锅吗？我都行。都行。你怎么说的那么随便呢？不，你说吃爸爸吃火锅都行。我对吃的没什么特别要求，好吃就行。一博可能吃不了辣，对不对？对，但我吃不了辣。如果吃火锅的话，就是放麻酱，然后会放很多生菜这样。你放麻酱啊？你一般是放腕还是放条？放棍儿，放棍儿。你还敢？你还说你都行，吃的东西南北风啊，吃麻酱啊这。对，我觉得吃火锅是因为一堆人能聚会吃的，哎，热闹。对，我也喜欢吃火锅。哎呦，那是因为乐姐是重庆人。哎呦，今天我们的这个天天火锅啊，举办火锅争霸赛，今天有北派的、川系的、粤系的三大名锅，选出最好吃的锅。看完节目之后，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回到家里，一看。你去吃火锅去了吧、一身的火锅味，租这衣服是还不回去了是不是？这衣服就归咱们自个儿了、对对对，我们还有四大另类火锅、火锅中的战斗机、火锅中的其中其，还有霸中霸、一听名字我们俩就想、就是爷爷是吧，霸中霸、就是霸中霸。但是火锅争霸赛的号令一出啊，娱乐圈里的顶级吃货纷纷报名。今天来的这四位啊，都是把其他四十几位打得头破血流，是竞争上来的，出手特别狠。哎呦，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火锅品鉴团。阿兰，听说你出新专辑了，你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这几天天气转凉了，躺着都躺瘦了，也不知道吃点什么补补身体。天天向上吃火锅啦！火锅？啊，我饿了！吃火锅？有请天天四大锅霸。锅霸中的单发美女阿兰，锅霸中的麦霸黄绮珊，锅霸中的奶霸张亮，锅霸中的豆霸蒋梦婕，霸气登场。朋友了，都跟家里人似的。是的，哎，你今天的衣服跟他的衣服，哎，对哦，哎呦哎，你们真是，哎呦，哎呦，还知道这个怎么茬儿是？阿兰，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天天向上的老朋友阿兰，谢谢。耶，欢迎阿兰。阿兰姐，今天带着围嘴来的啊，就是要吃，这兜着吃。来，你妈，哎妈，哎，我是小霞。黄妈黄绮珊，哇，叫小霞，别叫黄妈，叫小霞。哎，小霞，你刚才上来的时候直接就把这味儿往鼻子里扇，就不一样了，闻着火锅味儿。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火餐呢？火餐呢？第三位，不管是从爸爸去哪儿到我们来了，全都有他，我们的帅哥张亮，张亮，而且亮亮在美食界绝对是堪称一绝厨神，哎呦，但人家亮亮现在跨界了。哎呦，演电影，而且带着宝贝儿一起演的呀，这大荧幕。对对对，12月30号，我的第一部电影叫《爸爸的三次婚礼》上映了。希望大家在吃火锅的时候，吃火锅然后再看上我的电影。对，大家好好支持张亮的第一部电影，12月30号，加油，加油，加油！希望能够像火锅一样那么火，火！跨年电影啊，小蒋，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小蒋，又来吃来了，特别开心，因为今天晚上没有吃晚饭，就为了等这一餐火锅。你真的是一个吃货吗？超无敌大吃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可以提前火锅把汤都喝了。那也不是，然后我可以提前3-4个月，可能提前半年去订家餐厅，然后飞到这个地方去吃，可能国外哪里订个肯德基有这么远？天哪！今天天天向上是火锅的主题。是的啊。首先想一想，各位有多爱吃火锅？对。目前我有10个火锅群。是个火锅，大家我相信全中国没有一个不爱吃火锅的，特别是在冬天呢，是吧？是，包括你那种人也爱吃。
对对，可不嘛，没听懂，但是对啊。那你这种人也爱吃？这种也爱吃，我爱吃。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重庆人是从小就是被这个味道给熏大的，没错。因为19岁我就开火锅馆了。王一博今年19岁，19岁跟。对，我就他这么大嘛。哦，您是开过火锅店的人？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看，你看，这手势就是收钱的手势。开玩笑，开玩笑。说这个能赊账吗？开玩笑，哎，对。好，人家爱吃到开过火锅店。开过店，哎，阿兰，爱吃火锅爱到什么程度？怎么样？level 又要提升一级，来吧啊，来吧，现在就拼狠的时候又到了。我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可以吃5天，然后吃到没朋友，然后就是吃火锅的时候是要舀那个油的，然后再要那个小米辣这样。下回吃不加香油，锅里的汤条，原汤底条，我喜欢这么吃。哇，太厉害了，亮亮，电影哪天播？12月30号，电影叫《爸爸吃的3次火锅》啊。我说说我的吧，好不好？对，你因为最爱吃的是北京的，我最爱吃就是涮羊肉，对，涮羊肉嘛，就是那个炭火的那种，不辣的那种。不是很辣，但是它热呀。你这话说的，哪个火锅不烫啊？不，因为我三伏天，然后家里不开空调，我吃炭火火锅，那是火苗的，那是有带火苗的。一说到吃火锅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亮儿，你有时间吗？一来去出来吃个火锅，你就几乎不会拒绝。去，我家里面是有一个特别大号的一个铜锅，同时10个人吃是没问题的。哇，劲儿大一锅，对，10份的大火锅呀。火锅这个东西啊，怎么样？特别能够让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对，人气儿足，还有很多意义，还有很多意义。哎呦，你看，哎，梦姐，你是哪里人啊？我是安徽人。哦，我这个气呢，你是安徽人？我是芜湖的麦。那你们那边是不吃火锅的呀？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吃各种各样的锅，可是不是传统的火锅，它是像干锅一样，但它里面有汤。也是炖的羊肉啊，炖的什么？对，炖的羊肉锅、牛肉锅、猪肉锅、兔肉锅。然后里面也能涮东西，反正就是个锅啊。我们刚才说的有北派火锅，川锅，还有这个潮汕锅。你最爱吃的是？但我肠胃不好，就现在禁辣了。但是越是火锅，我就觉得说它又健康，然后有很多药材在里面，有的时候汤。然后它有牛肉，很好的牛肉。亮亮应该还是喜欢吃北派的，就是老北京的那种。哦，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吃老北京的那种涮羊肉。北京火锅有什么配菜？白菜，白菜，白菜，冻豆腐，然后那个羊肉、牛肉，冻豆腐，冻豆腐，冻白菜，白豆腐，血豆腐，血豆腐，然后烧饼，火烧，对对。烧饼火烧一定要吃的，就那么点儿。那我们川派火锅数数，川派火锅什么都能涮。那个 menu 那个对吧 ？menu menu 对吧？就那上面一看就两片，你知道吗？对，100200种秘密。没有嘛？哪有200？你要烫什么呀？锤还溜不对。哦，锤溜哈。那您二位肯定就是我们的川派火锅。我跟你说，我最爱吃的是海南岛的。海南岛的那个海南岛的海南真的真的海南岛的海鲜锅，配点蔬菜，就拿打边炉，打边炉的那种都没有油的，就属于原汁原味的。来，高原有那个菌汤锅吗？哦，这个好，真的，松茸啊，蛋子，对，那个汤就特别鲜。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欢的口味，那你喜欢哪个？我必须得要重庆火锅呀，是啊，我那个是立场问题啊，否则回家不能交代，要早，这就叫早。啊，黄妈，您觉得重庆火锅的特点是什么？它就是讲究麻，那个锅边啊，它打眼儿的，就是你来，他就会问你，你要几个眼儿？几个眼？差不多，他你要几个眼儿，他就知道。现转啊！啊？现给你转几个眼儿啊？钻眼儿！您聊您的啊，没事。你等一下，我去钻眼儿，不同眼儿。张小球，那个锅本来就有眼儿。哦，这么神奇啊！有一个眼儿的，2个眼儿的，3个眼儿的，他就知道你要一个眼儿，他就知道那个麻在什么程度。啊！今天我们见识了4位锅霸的实力，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民锅争霸赛的主角。今天各位是来着了，平常要吃满这7种锅要去7个地方，对，今天就在这1个地方，而且其中有4种你们是见所未见人所未闻的创意新颖大火锅，奇特火锅葫芦娃。对，接下来我们的掌声有请主角上场。有请。现在我们来到火锅对决，下面欢迎成都、北京、广州 ，Are you ready? Go! 大家好，我们是北方人火锅的代言人，一条龙涮羊肉，我是掌门人李连生。大家好，
我是北京一条龙饭庄前门经理王百涛，皇家百年美味，京城独此一家。初次见面，我们带来了请带来小锅，祝大家吃麻玩香。什么情况？这是送了吗？这是送的锅啊！下面欢迎广州。大家好，我们是粤派火锅代言人八合里海记牛肉火锅，我是掌门人林海平，加乐根椒，味道叠刷，背下里海记，酱料正鲜嫩稳定。今天我为大家送上我们熟手工做的牛肉王，1000颗，广告。下面欢迎成都。大家好，我们是川派麻辣火锅的代言人大龙一火锅，我是大龙一火锅的掌门人李月儿，拿分分的四川火锅吃了八分的。今天我们的龙妹儿给大家带来了辣的跳的大龙一底料，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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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大家对自家的火锅都非常自信，三家火锅哪家强？首先你们七位就是今晚的火锅品鉴团。真的吗？最后将要评出奇中奇，霸中霸，而且我们要受贬的，这个匾将来就要挂在他们店，不好吃那就是你们几个人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在吃货界的名声就没了。哎呦，好不好？好，接下来首先有请北京涮羊肉。涮羊肉来了。老北京有贴秋膘的习俗，又讲究不立秋不吃火锅，因此涮羊肉成为寒冬最解馋的吃食。在北京，实际火锅叫涮羊肉。老北京涮羊肉相传始于清朝，是满人行军途中时间和食材匮乏的情况下发明的美食。正宗老北京涮肉采用铜锅炭火，清汤麻酱渐渐地道，铜锅久涮不淡，羊肉讲究肉质细且无膻味，鲜嫩无比。相较川式火锅的麻辣，吃的是原汁原味。首先是我们北京涮羊肉，北京的，哎，李连生先生，哎呦，是一条龙大厨兼技艺传承人。哦，您从多大岁数就在一条龙工作？25岁。那您今年是？52，30年。听说您父亲也在那儿工作？对，子承父业了。我是接班来的。哦，接班人。那您孩子现在也准备再传下去是不是？一直吧，家里就是一条龙。对 对。老北京的涮羊肉都有什么讲究？主要就是这个铜锅，铜锅炭火，炭火铜锅，清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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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火铜锅。对对对。哦，王经理，您也是老北京了啊？对，您在这个工作多长时间了？我在这个饮食业工作了27年了。听说这个一条龙是全国最古老的这个涮羊肉的店了，它得有多长时间历史了？创始于乾隆50年，哇，1785，200多年历史了。咱为什么叫一条龙？原来有个什么名吗？原来有一个叫那个南横顺羊肉馆，最初，哦，哎，叫一条龙呢，得提到这个光绪23年。我到光绪爷年了。哎，对，羊肉馆呢，进来俩人，一个主一个仆，在这吃饭来了。在这吃饭呢。哎，吃完饭以后呢，结账没钱，霸王餐呢。那不是，这掌柜的一看呢，这主人呢不像白吃的，完了呢就让这个俩人走了。哎，听说就是因为气度不凡，气度不凡呢。跑堂上说，先生，您吃了东西还没给钱呢。你看我的气度不凡，难道收我的钱吗？先哪儿呢这是？掌柜的有眼力劲儿。对，哎呦，第二天送来了吗？第二天宫里小太监来了，他把这银子呢给还上了。还上一看了就知道，哦，那是光绪爷来吃饭来了。哎，对呀，宫里能住谁呀？是啊，那不就是皇上吗？皇上，那就后来就改成一条龙了。对，因为一条龙来过，是吧？对，皇上称龙，皇上来过，龙子嘛，太监给的银子还留着吗？那没有了，花了，花了，花了。啊，知道呢，皇上来过，来过以后呢，把这铜锅用黄绸子给包起来了。哦，就是当时皇上吃的那个锅。对，皇上吃过的锅，皇上吃过的锅，对，一直传到现在。哎呦，我们的镇店珍宝。那能看看吗？只能看照片吧，应该可能只能看照片，应该。哟，还真带来了啊！带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来，有请皇上吃过的锅。文物来了啊，各位躲远点。当年光绪爷用过的锅，光绪的锅。哇塞！您瞧这锅，全是纯手工打造。您瞧这包浆啊，哎呦喂，这就是多少年拿那个炭给烧烤出来这种样子啊。对 对。就一直搁店里，一直也没用过。那当然，谁敢用啊？对呀、啊，皇上用的锅。但是皇上饭量不大呀，这锅不够大呀。过去的锅啊，全是这种小锅，不像现在的都是大锅。哦。小小一个铜锅，是大大的一段历史。没错。好嘞，好，请回去吧。能够延绵做到今天200多年、嗯，关键的秘方是什么？涮肉的调料。调料。还有一个羊肉。羊肉有什么讲究？满大街都是羊肉啊。嗯，这不一样。哦、对，得选肉很重要了、哦。每天海选那些肉，对不对？肉一个一个进来，你看着。提个醒。这只羊来叫一下。对对对 对。这是进的羊，都是一种散羊，它不是吃那种饲料的羊。它是吃草的内蒙古滩羊，内蒙古滩羊草边、哦、那咱们吃的都是鲜肉吧，不能冷冻吧，现切现卖、哦、我们来给大家实验一下。哇哇，这是什么、哦、这是冰激凌，那个掉不下来，掉不下来是吧？这是一条龙的羊肉、啊、特色。这个太厉害了，哎，新鲜到这种程度。既然是这样的话，嗯，哥几个哟，你们也吃上吧，来了好不好？好嘞。凤姐怎么样味道？不能再有了，简直太好吃了。哎，怎么样？怎么样，亮亮？特别棒。哎，咱这羊肉使的是羊的哪一块儿？这个有没有讲究？有五种部位，一个是羊后腿，一个是磨的，还有一个黄瓜条，大三片，小三片。大政委。哎，他这一个有后腿儿，后腿肉，还有一个摩登肉，摩登肉，哎呦，我这么摩登，真的，现代啊，太现代了。最好的是哪块？最好就是黄瓜条跟元宝肉。黄瓜条肉啊，哎呦，切成了一条一条的。李先生，这里头羊，羊宝，这个、是肥肉吗？羊尾，羊尾巴，羊眼，这哎，你要多吃这个羊眼的。这是什么呀？这是烧饼，这是我最爱吃的。这个老北京烧饼算涮羊肉里的一种主食。哎，现场的观众也到了吃宵夜的时候，张嘴。大张伟的家乡，北京烧饼。谢谢各位，哎，各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火，你看都掉地下了。啊，有都掉地下了，没事啊，没超过8秒钟，捡起来都是干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你一提筷子先煎哪个菜，别人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对，这个老北京讲究呢，涮这肥肉呢，先肥肥汤，对吧、哦、是吧，把汤先弄得油质，先把汤给肥肥、啊、溜溜边给，然后再涮菜、哦、然后再涮这个瘦肉吧。 对，然后涮菜，粉丝，豆腐、哎、吃豆腐。我就觉得这个就叫讲究，这会儿家里还带培根过去，这个涮一看就不是吃那个的。 对，你看你的，哎呦，是不是咱一定得配这种白酒才行？对，老北京二锅头啊，标配。对，就是这个讲究。其实他就是因为北京冷，他就得喝点那个二锅头啊，吃这涮肉，他暖和暖和。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bout the sun. Sign your name across my heart. Honey, ain't that smart? Angelina, ready, steady, go. 好了，接下来，凤姐，什么感觉？就是只吃了第一个锅啊，不要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用完了。太好吃了，简直太好吃了，多有文学素养啊！哎呦，真的是，你看读书小学毕业，太棒了，应该太棒了啊！这料特别棒，特别地道。其实这个老北京火锅，我觉得因为它的汤是比较淡的，所以它对它的食材要求特别高，这个肉特别的棒。二锅头特牛，配上这些总体下去，然后还要出声音，总要那个声。二锅头特别牛，吃完以后全上头。对，吃完以后不上头啊、不上头。另外啊，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导播、摄像还有灯光师，你今儿跟我等着，我们准备了800份火锅的料，下完节目以后你们一个都不能跟我走，都留下来吃火锅，怎么样？啊，收到。是，俗话说啊，北方吃羊、南方
吃牛。接下来粤式打边炉。哇，有请潮汕八和李海进。食在广州，味在潮汕。最早的潮汕牛肉火锅发源于夜市等小作坊，牛肉火锅绝对是潮汕人献给冬天的一份礼物。沙茶锅底涮各种部位的牛肉，后来发展至牛骨熬制清汤作为锅底，不加任何佐料，还原食材本味。牛肉厚薄适中，肉质甘甜，细嫩又滑，鲜爽感瞬间爆棚。小林总是哪里人？我是广东潮汕人。广东潮汕人，听出来了，潮汕人现在唱一首歌，会唱才是潮汕人。预备起，西西西都得进美吗？当当当当，你要唱，你要唱，你要唱。变美当行，当当那都是是台湾歌曲，闽南曲。他说是闽南曲了，闽南唱的一支曲子。对对。那个八合里被很多美食家大力推荐。哎呦，有哪些？蔡澜蔡先生，哦，张新民，这都是的美食家。是，咱们这个好吃是为什么？吃这个牛肉的原味。我们是讲究于原材原料，然后我们的牛全部都来自于云贵川的土黄牛。哦，就是一头牛最经典的部位，让顾客吃到，哎呦，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原汁原味。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吃牛的十六个部位：脖仁、嫩的肉、翅膀、就是、胸口捞、三花趾。哦，屁屁那是那个嫩肉。各种，这五花趾只有1%的是五花趾，那是最贵吧？应该是。它其实就是一头牛杀出来有300斤肉，但只有1斤肉，一斤五花趾，只有一斤啊。对。所以将来啊，潮汕朋友请您吃火锅，说，哎呀，我们今天请你吃火锅，你要吃哪部分呢？给我来20斤五花趾，那就得20头牛。我们有限量的。你就把你的朋友给吃穷了。一盘。关键是他们特别厉害，我对这些牛肉的部分靠的就是刀工啊，了如指掌。你看看人家的手，你看都是用手片牛肉，什么叫手片？全都是受伤了，你看。哦，没读书的效果。小时候淘气，所以跟大家说还是好好读书，还是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吃火锅。哎，还有那个牛肉丸。制作方法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牛肉丸现在讲究的还是熊手工手打，打那牛啊，拿两牛打，扇牛大腿吧，拿了个大木板，然后拿了两根大铁锤，大铁锤。各位，你们平常吃的最好吃的牛肉丸，看到的是怎么做的？什么？这特别沉，直接这样。这个没有，那这个最好蘸哪个佐料？各位，你们吃的牛肉丸就是这么打出来的。哎，你底下应该配个鼓，还能前面跳广场舞。咚咚咚！我学墩子功的，你是不是教教我呀？女孩子拿不起来了，小小姐。哎，抡起来！哎，当心点，别往边上抡啊！一代一代英豪，再高点，高起来，造起来，造起来！小姐是秋鼓出身的吗？对对。冤呐，升堂啊！小球还我去！对不起您嘞。哎，这是不是很沉？我试试。您试试。哎呦喂！我来。张对，这个要锤多久才能出那个牛肉丸啊？啊，要看牛老还是牛年轻。如果年轻的话是40分钟，如果年老的话是50分钟。好累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技术。哇塞！前头你跟藏獒似的，我这个。甩哈喇子，我亮亮亮亮，你也跟下锤要平，感觉一下。咱们亮哥应该是行，你要看看。对，我得打出马蹄点儿。对对，专业的，咱们以前是专业做厨子的，肯定懂这个。那马蹄点儿，不大大，不大大，不大大，再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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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点就没有马蹄点了。还有别的点吗？
有点儿啊，马蹄点儿。哎，这跟按摩拍背是一个说法。对，行，你们吃着，你们吃着。你看小霞已经过去吃着了。小林总被称为牛魔王啊，14岁就入行，光看一块牛肉就知道是哪里的牛，真的吗？什么年纪，什么部位，性别是什么？哎呦，吃的是什么？啊，我们现场先测试一下。我们首先问一下，前锋，前锋，这个谈过几个对象？我先把牛肉丸咽下去。这个啊，这怎么猜得出来？什么牛？老师都知道。这是什么户口的？这是老牛。不对。我觉得这个牛啊，它这个里头脂肪比较多，类似于什么和牛啊，或者什么雪花牛啊。懒牛呢？就是说比较懒的牛就会脂肪比较多，不锻炼，运动。对对对。你觉得什么牛？我觉得是啊，男的女的？哎，这一看应该就是个男的，而且中年男的，真的住的那块儿，中年男牛，中年男牛，还是有钱的牛，还是个啊？好，王一博，男的女的？怎么看我？你怎么看？用眼睛看呀。你随便猜一个。哎，抚摸他，老师，你这么着，你教教我。男的吧？男牛，男牛，男牛，这是男老牛。因为他这个肉看上去还是，就是挺柴的那种。其实这一块呢是公牛，它是后腿肉，后腿大腿的最尾部的这一块。哦，大腿内侧的肉。对对对。哦。然后这条牛是也是土黄牛，但它是公的，我不适合我们做火锅，只适合用来做牛肉丸。就大腿这一块。哦。然后这一头呢？它比较肥一点，它的年龄大概就是4岁吧。牛活到最老能活多少啊？15岁。哎，你看，部位牛后腿，年纪3到4岁，性别公，宰杀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应该是凌晨2、3点了，到现在已经像这样的肉来吃已经不好吃的。连几点杀都能知道啊？太厉害了，这个应该比较，这个鲜啊，这也不鲜。宰杀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凌晨2、3点，相差不会半个小时。那这是公牛还是母牛呢？也是公的。啊、公牛。哎，那母牛什么样啊？这个就是母牛。为什么？你怎么看出来的？那你摸一下呗。我看，是不是就更软一点？哪个手感？是不是有点软一点？对，软一点，软一些。这个是它的纤维，你看，细密一些，细皮嫩肉嘛，细腻。我们男人呢？辛苦一点吧，比较粗一点，粗犷啊！对对对，这个是前腿，哇，前腿，哎，这都有很大的讲究。教大家一个买牛肉的小秘诀，哎呦，用这个餐巾纸，沾上牛肉，看肉上面有没有水。你看，它撕出来还是干的，干的，证明是没有注水的牛肉。哦，所以出去买牛的时候带一张餐巾纸就行了，对，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牛肉丸，来看一下。后面那人家吃光了呢，牛肉丸已经被你们吃光了。正燃烧希望，众人一心，我们一定会成功。一年级毕业季，青春够胆。星期六晚，一年级，热血青春，利剑出鞘。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牛肉丸，来看一下。后面被人家吃光了呢，牛肉丸已经被你们吃光了。那剩下还有一颗，还有两颗吗？好多呢，这扔在盘子里面，它弹得出来的。牛肉丸可以弹起来。像乒乓球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撒尿牛丸，对不对？放在里头，六十个哦。今天为大家操作的是两位帅哥员工啊，一个是冠鹏，一个是逸晨啊。对对，来，您给我们大家看看，先要吃哪个，后吃哪个，一道一道。首先，这是涮的是什么？牛舌头，它牛舌头，对，它不含的氨基酸是最多的。啊，营养也是最好的。然后他吃完了，他口才也会变好的。啊，口才也会变好。王一博老师多吃点，吃完口才变好，那个说得更快啊。先吃牛舌，对，三起生的就可以了。蘸点酱，谢谢。哇，怎么样？口感真的很棒，对。其实你不要蘸酱料，肉的汁吸一下，咬了以后吸一下，把它肉汁里面吸到嘴里面。哎，刚才他们都说这个特别好，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百分之一活人长在这里，活的肉，活的肉，百分之一的就在这儿。我刚刚问了一下，说活人好像就是那是雪花，不是我们西餐里面说的肉眼是食人，这个就是西餐里面的肉眼。肉眼，而且你看，每一个的花色都不一样，上头的花纹都不一样，这也是三吊水吗？上吊水，一吊血水，二吊伤性，三吊轻微。哇，钱锋，你刚才还选一块最大的啊？吃过了。看不出来你选的是小的，你要不要来一个？大老师，哇，大张伟，是啊，我先搁盘里头。然后这六龙棒是什么？六龙棒，利肌肉跟利肌骨中间隔的那一条缝剔出来的那一条肉，我缝里面剔出来那条肉，这个真的是太新鲜了。最后再喝上一碗暖暖的牛肉汤。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几位说说看吃完了以后的感受。钱锋，你说吧，你比嘉宾吃的还多，你这期的劳务费就扣了。不能浪费，对不对？什么感觉？我是首先是牛肉丸，是我的最爱。哦，然后就是 Q 弹，因为它很多的东西都很纯粹，它的汤也是这种清汤，然后这个酱油它也只放了那种小辣椒，所以吃到的都是牛肉的这个本味。哎呦，所以我就觉得一边的牛肉一边说还一边自个儿咽口水，就是我知道这个吊龙的这个口感，它里面有筋，然后跟肉是结合的，所以有不同的口感。那个雪花牛肉呢，就是吃到了这个牛肉的这个脂肪的味道，对，脂肪的味道，就油的味道，讲究讲究，吃出情怀。你别说太多了，后面的都没话说了。今天我觉得最惊喜的是，除了这个牛肉丸，就是刚刚那个胸脯的那个牛油，就看着特别肥。不敢吃，就黄色那个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哦，然后回来吃完以后，对，其实它很脆。这个让你有惊喜。对 ，OK。让我有一种那个牙齿在那个肉上面就是弹蹦蹦床的感觉。牙齿在牛肉上面跳蹦蹦床，这么有情趣，太好了。哦，小霞。是这样的哈，我本来今天录这节目，我有点身体不舒服。哦。就上来喝了两碗汤以后啊。我觉得那个好多了，现在头啊没那么疼了。亮亮，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那个牛筋丸，真的是就是弹到就是无法形容，真的是火，短短短。我觉得这个里面，因为它所有的牛肉都是原汁原味的，所以你在吃牛肉，包括特别是牛肉丸的时候，你可以吃到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有点像牛油的那个味道，特别香，特别鲜嫩，完全无法抗拒，看到就是不停的要吃。但是这只是第二锅，我们要谢谢小林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潮汕牛肉火锅，最后上的就是我们非常纯的川系火锅代表成都大龙燚麻辣锅。川菜火锅起源约清代道光年间，巴蜀之地多潮湿，吃火锅由来已久。川派火锅给人的直觉就是火辣辣、红彤彤。川派火锅底料丰富，川椒、香草、丁香、八角、桂皮等等，调料多多的放，辣而不燥，麻而不烈，风味厚重，久食不腻。月姐是大龙燚的掌门人之一啊，很多人都把这个字念错，念成盐。对，因为三个火嘛，对，就念盐嘛。对，四个火就念燚。燚为什么会取这么念难念的名字呢？我们希望它一开始就火的不行。听说现在在成都，他们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在成都，一般情况下吃上我们的火锅要排2到3个小时，多的时候要排4到5个小时的队。郭富城、范冰冰、黄晓明、韩红、孙俪都去吃过。阿兰，阿兰也去过。成都演唱会，最后演唱会的庆功宴，在庆功宴啊，头号明星店。哎呦，哎呦，我们没去吃过，它算是头号店吗？我们下次找机会也去吃一吃、啊下次试一下。重庆火锅就是底料，这个是秘而不宣的。香料大概20多种，对，这个花椒是我们在四川产地收的，非常的麻。秦风一点都不怕，张嘴啊，别，你个都可以。不是吗？麻椒一点都不麻，我觉得是。其他的也都很多很多，对对，山楂啊，对，
椒，这是最常用的。啊，甜奶八哥。对。那个啥子？对，那个是香叶。香叶。对。香你的叶。哦，桂皮。对，桂皮。这个长得像槟榔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何炅老师唱的那首歌。栀子花。哦，栀子花。栀子，大栀子开花了，大栀子。我们主打辣椒三款，这个叫印度椒，现在市面上最辣的辣椒。这个叫满天星，是贵州产的，它主要是提辣跟提香度。嗯，然后这个是荷兰的，它的主要功效是提颜色，好砍，对，悬，好砍。这个要是拿个油炸出来，好香啊。今天月姐除了带来这个之外，还带来两个店中的两宝，帅哥店员廖觉海，在店里叫东北吴彦祖。听说女朋友都是在火锅店里啊认识的，你跟我们说说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有一次就是他来我们店吃饭嘛，然后我就给他端一个小吃过去，然后一不小心他就转过来就撑着衣服，然后去问我要电话。哎呦，偶像剧都是这样的，怎么菜打翻在身上啊？这个没有。这是我们店里最帅的，接下来来一个，我的天哪，最厉害的罗超，我们公司的厨政总监，哎，厉害。今天给大家来一个绝技，店里没有其他人可以完成，单手骗腰花啊，单手就能够骗到腰花，腰花怎么那么好骗呢？超哥，我就豁豁，先我先腰吧，我去，来了啊，哇，这么细。怎么样？哦，亮哥，这功夫像算厉害吗？好薄，可以试一下的。啊，小霞跟亮亮可以挑战一下。哦，因为两位都是做过这一行的。是，亮亮，你来，你试一下。等一下，来，我跟你说，这个手一定要稳，不能抖。那是，对，这得蹲马步，对吧？骑马蹲裆。您这大步，走着，走。哎，你看。不行，就是这么，就是不行啊！哎、行哎，哟呵，可以，稳稳稳稳稳稳，嚯，行啊！月姐把他收了。好，亮哥什么时候上班？霞姐，霞，您那刀工怎么样？小霞，看看小霞的刀工。是是 是啊。单手，单手，单手。他就剩这么一点，我给他搞花了吧。哎呀，不用，又不是要你炒起来吃哎。他已经被他切的。没事儿，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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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哦哦哦，厚了，厚了，后面越来越厚了，自己，我得绕过他那个厚的地方，好，薄了，可以，还行，也可以，也可以，老师，您的绝技就这么被这个攻克了，再来看我的，哎呦，哎，韩哥来，韩哥，韩哥来拼了，世上无难事，世上无难事，世上无难事。还可以再骗一刀吗？老师，这时候您再罗老师那个还可以，算您真本事了啊！翻过来是吗？他脸是那边。哇，这还能骗一个，太能骗了！哇，我老师也心里打鼓了。这要是骗不下来，全国人民的面前，他把厚的这一层给骗了，这得先得抚摸他了，摸他哈。啊，哇！还能骗啊，还能啊，这过日子人啊，真的，我的天哪，还能骗，这比纸还薄，嘿嘿嘿，哇，你看最后这一片真的跟纸似的，你瞧，对，好薄啊，老师给自个太太去角质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哈，拿刀在脸上骗是吧？好，各位，接下来请我们的锅霸团进入品鉴席，直起来，来，峰哥，恭喜，哎。好吗？这个是你最有资格说的哈，这你一吃就知道它味儿对不对？其实成都人爱放什么香菜、啊、香菜、蒜、蚝油，但是重庆人他就不吃，重庆人只有油和蒜。对，油和蒜。月姐，咱们这个是不是也得先荤再素？吃火锅是先荤后素。哦。四川人的习惯是可以吃先烫的菜，比如说毛肚啊、鸭肠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就吃煮的东西，比如说就像排骨呀、牛肉啊、菌花呀这些，最后就是吃素菜。哦，先烫后煮，最后再吃素菜。对，听说你们还有专门的这个评选，第一是什么？大龙一千层肚。千层肚第一，第二。对，
第二是大刀毛肚，对。第三。第三是天味香肠。天味香肠。对。第四呢？第四就是麻辣牛肉。麻辣牛肉。对。第五是麻辣排骨。麻辣排骨。对。这个是兰兰的主战场了，刚才就没跟我们说过话。对。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哇塞，这要暂时慢镜头简直能疯了啊、嗯！哎，您这些辣椒是有配方的吗？为什么都能贴上啊？麻辣牛肉是我们的独家配方，我们是用一种工艺把味道打进这个牛肉里边，然后让它松软、哦、然后但是煮出来以后这个辣椒面不会掉到锅里，它还是会随着肉起来、哦、真的、哦、这个很神奇。看排骨，哦对，这个辣椒还粘在上面的。哦，这胶水不错，胶水。钱锋，基于你今天主持的表现，你有可能会被末位淘汰的。啊，会被谁淘汰？会被我淘汰的。啊，对，因为你今天一直都在吃。我没有没有，我在观察。哦，在观察，在观察。叶姐刚才还说了有新品啊。我们有三大新贵菜系是猪鼻筋，韩哥猜一下是什么东西？猪鼻筋，这不是很好解释吗？啊，猪鼻子里面的一根筋。有几根？两根。对，是这样的。还有呢？就这个，对。啊，还有就是。麻辣脆哦，那个它煮完了是脆的是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它叫儿肠，知道什么叫儿肠吗？儿肠，儿肠，小肠，不是儿肠，儿就是那个儿肠千里母情长，有一点靠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有一点靠了。哎呀，这个很难猜呀。应该是心吧，应该是心。啊，不是不是，想着猜是吗？猪子宫，猪的子宫。哦，这是这谁敢吃啊？然后还有一个新贵叫滴水腰花。峰哥你刚才吃了吗？嗯，吃了。什么感觉？味道有点淡，因为我一般去川味火锅嘛，啊，是要加麻加辣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好像味道有点淡。吃成都火锅呢的确特别辣，为什么现在味道淡了一点呢？因为天南海北所有的人众口难调，到了成都甭管你是南方人北方人上海人哪哪哪人、啊、一定会去吃成都火锅，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辣度稍微降低一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所有的这种游客到了成都吃这个锅。成都有一句俗话不就说嘛，我对你最大的容忍就是让你点鸳鸯锅。对对对，兰兰你从头吃到尾你说一下什么感觉？这辣椒面是不会掉的，这是外地人一看就会觉得很变态。你应该不能来吧？站着吃，站着吃，再蘸一个干油碟，站着站着吃。哇，辣椒蘸辣椒，哎，蘸辣椒这个是。来了是多能吃啊，终于有串了。我就觉得很爽啊。先把这一口吃了。简直太厉害了。梦姐，你看人家吃那个辣的。我望而生畏。辣吗？霞霞霞，你觉得怎么样？不辣，但是我告诉大家，吃成都火锅有专门解辣的专属的甜品搭配，这就是红糖冰粉来啦！霞姐最爱的红糖冰粉，红糖冰粉，超爱吃。红糖冰粉，这是解辣的是吗？解辣的，是的。我们在这要特别感谢那个大龙艺啊，刚才三位都吃完了，我们要请三位锅霸一定要记住每一家的味道。第一个是来自北京的，是。第二个是来自我们这个小林总的汕头的，第三位是我们的这个大龙艺。节目最后他们要代表我们投票，是的，评出三大名锅当中的王中王，好不好？好，我们先请三位名锅代表到台侧休息一下。好，中华料理博大精深啊，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嘛，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又有一些新的锅。哎呦，任何一种美食要不断的创新才能够赢得食客的尊重，没错。接下来大家看看新奇特，接下来这四款另类的火锅呢会请四位各挑选一款、哦、然后凭借自己对火锅界的这个知识的渊博的程度，在不看到火锅的情况下能否猜出这个火锅的名称。我们首先请上的是四款另类火锅和他们的掌门 人。好的，我们的四款另类火锅已经悉数登场了，现场观众翘首以盼的场景到了、哦、刚才你们是不是吃得很嗨啊？哎呦、嗯、是不是很快乐呀？是啊。接下来场上有四款创新的火锅，哎呦，今天到底是用他们这种对美食的追求征服你们几位、嗯、还是就在你们面前，我感觉你们表示好奇怪、啊、而告他们有的创新到自己都没吃过那个菜。就是为了你们四位专门创新。那会不会一口然后人就啊好喝。各位先请各位掌门人就自家的火锅做一番简单的介绍，哎呦，然后各位来选择，嗯，你们要吃哪一款？我们首先，第一位，初恋的味道，初恋的味道，初恋的味道，
我们家的火锅只要吃上一口，就如同在绵绵云朵当中徜徉。在绵绵云朵当中徜徉，吃完之后云朵，初恋的味道。吃完之后，吃完之后腿就软了，你就卧床不起了啊！明白了什么意思了吧？啊！好，第二位，好，欧志海和欧兴华。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好，志海你也说一句。现在我们家的火锅味蕾瞬间爆炸。味蕾瞬间爆炸，瞬间啊，瞬间爆炸了，爆炸就是爆炸完了之后，在床上躺半年起不来啊！哎，小虾先不要闻，不要闻。好，梁静南 and 林姐。火锅里的黄金。静南吸了我们家的火锅，可以上山打老虎。吸了他们家的火锅可以上山跟打老虎，而且你还能长眉毛，你看那眉毛多重啊！这么上山打老虎的结果，往往是被老虎吸了。好，杰一家，杨响妮儿，人间智慧，人间智慧，哦，人间智慧，人间智慧，我家火锅是中华传统。哇，一滴精华千般滋味啊。好，哎，我觉得太好玩了，好玩了，刚才闻了一圈，对，闻，你是缉毒犬啊，你闻了一圈，小霞哪有这样的，他们吃的时候还有喝米酒，哦，敬酒歌，饮点泡流亡于包傲的泡麦冬，买到梦洗年棒梦年冬，奔到东山下弄美梦，弄美梦花两个表又美，人来好多少对给我用杯用杯少杯喝，人敬酒来了，敬酒敬酒，来来来，终于有结果了。好了，各位，欢乐之后，进入四位锅霸的选择环节。好，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游戏决定谁先选。大家一口气念，我请你吃一个锅、两个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六个锅、七个锅、八个锅，看谁最后能够锅多，对，谁就先有选择权。哎呦，输的那个最后。大家都不选的那个，挑那个，您就吃那个，好不好？好，我们首先请小霞开始，我请您吃。一个锅，两个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六个锅，七个锅，八个锅，九个锅，十个锅，十一个锅，十二个锅，十三个锅，十四个锅。好，十四个锅，谦虚了，才十四个锅，才十四个呀。没有，我本来要说，你说好。小霞，你别让人没有好。来来，这位猿猴，来，这位长臂猿，已经准备吸气了。我请您吃。两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六个锅，七个锅，八个锅，九个锅，十个锅，十一个锅，十二锅，十三个锅，十四个锅，十五个锅，十六个锅，十七个锅，十八个锅，十九个锅，二十个锅，二十一个锅，二十二个锅，二十三。哎，换气了，二十二，可以了，二十二个锅，唯一的男生啊。我请您吃66个啊，一个锅，两个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六个锅，七个锅，八个锅，九个锅，十个锅，十一个锅，十二个锅，十三个锅，十四个锅，十五个锅，十六个锅，十七个锅，十八个锅，十九个锅，二十个锅，二十一个锅，二十个锅，二十三个锅，二十四个锅。你别，你20飘了，二十二个锅，对，算20个锅，二十个锅，算20个锅，二十个锅啊，算20。现在排名第一的是啊，我请，可以说。我请你吃，
一个锅两个锅三个锅四个锅五个锅六个锅七个锅八个锅九个锅十个锅十一个锅十二个锅十三个锅十四个锅十五个锅十六个锅十七个锅十八个锅十九个锅二十个锅二十一个锅二十二个锅二十三个锅二十四个锅二十五个锅二十六个锅二十七个锅二十八个锅二十九个锅三十个锅三十一个锅三十二个锅三十三个锅三十四个锅三十五个锅三十六个锅三十七个锅三十八个锅三十九个锅四十个锅。哦，小小弟可以。OK 呀，你儿子可以说。哎呀，你可以，你没问我噻。你也来一个上海话。哦。阿拉青龙七。一只股两只股三只股四只股五只股六只股七只股八只股九只股十只股十一只股十二只股十三只股十四只股十五只股十六只股十七只股十八只股十九只股十廿只股廿一只股廿二只股廿三只股廿四只股廿五只股廿六只股廿七只股廿八只股廿九只股三十个只股三十一只股三十两只股。最厉害的是阿兰，对，阿兰可以第一个挑。哎呦，哪个颜色？哪个颜色？味儿都挺重的。我少数民族，我就选这个吧。好，哇，我的天哪！哎呦，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对，这个是最棒的。哎，你真的运气，真的站到后面不要改，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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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艺人员就靠命活着，你是命最好的，真的。我的天哪，他居然操纵了这个锅！后面三位嘉宾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了，对，已经把最重的选走了。好，来，您来吧。首先。我觉得人都是说初恋的味道，那肯定没问题嘛，对不对？初恋的味道，甜的嘛。好，小霞，初恋，小霞的味道。您先来，我就挑色深的嘛。我就三吧。撸的，撸的，撸的，撸的。好，来吧，你在后面，你在后面。接下来一号蒋梦婕戴上眼罩，其他人可以观看他吃的是哪种锅。一号火锅，初恋的味道。如同在绵绵的云朵中徜徉。其实我心里还是非常紧张，虽然就初恋的味道很适合。这你无所谓。快把眼罩戴上。真的吗？真的吗？你看两位老师，就是特别文艺那种，肯定小清新。看看人家的锅。好紧张啊！大家来看一下，三、二、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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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还可以啊，你来闻一下，你闻闻就知道好吃不好吃。这边，这边，姑娘，这边。哦，有椰奶的味道。什么味道？有椰奶的味道。椰奶，好香啊。好，你能不能说出这是什么锅？冬阴功，但是它有辣的和不辣，它应该是不辣的那种，就椰香味比较重。哦，布拉德皮特。好，接下来，请你摘下眼罩。哇。哦，咖喱吗？奶酪。奶酪。我直接这样子喝一口汤好了，初恋的味道。回想一下，哇，什么味道？太美了！真的假的？就别演了，真的特好喝。到底是什么汤底？你要说不出来，我们尝。啊，小霞，你别提，那么好吃。看出长知识，长知识，知识，这是。芝士、牛奶、番茄，应该是番茄芝士锅吧？是吗？安迪，番茄奶盖锅。番茄奶盖锅，奶盖是一种甜品，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创意、新潮一点，重心。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啊？我们在美国有二十几个分店，然后三千深圳是第一家。安迪是台湾人啊，哦，法国美心毕业，现在是沸点火锅的研发经理。哦，你怎么会想到把这个做成火锅？这个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因为我平常都会喜欢看时下在流行些什么，喝什么，吃什么，然后就融入到我们的美食里面。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他们家应该有卖臭臭锅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吃过他们家的那个。啊，哦，因为也是一种缘分哦。对呀，啊，今天也选了沸点。好，接下来。第二个锅，味了二号火锅，延年益寿，味蕾瞬间爆炸。张亮，来来，张亮，眼罩。哦，这味儿已经开始窜了啊！这三、二、一，揭晓答案。哎呀！哇！哇！这味儿，哎，你自个儿闻闻，你自个儿闻闻一下，闻一下，闻。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接下来，第二个锅，味了二号火锅，延年益寿，味蕾瞬间爆炸。张亮，来来，张亮，眼罩。哦，这味儿已经开始窜了啊！这三、二、一，揭晓答案。
哇！哇！这份肉，哎，自个儿闻闻，你自个儿闻闻一下，闻一下，闻一下，当心别碰到。你形容这是什么味道？有一点那个酸笋的味道。大成都啊，酸笋吗？酸笋，有点像酸笋。哎，有点像我们在那广西或者南宁啊，那么吃那种。好香啊，酸笋啊，这个一闻口水就下来了，真是这口水锅吧，这个叫口水锅，这个就够了。亮亮，你尝一点。哎，哎呦，感觉怎么样？哎，这个味道好熟悉啊！再来一口，怎么样？说不上来。我一定是吃过这个东西，真假的？在梦里吗？因为我刚刚第一时间闻到这个味道，我就觉得哎，有点像那个酸笋的那。哦，就是。那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锅？什么锅？酸汤锅。酸汤锅。啊！我们揭下眼罩，我们请信华跟我们说，我们这个锅叫做。这个是臭屁醋。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对呀、啊，是因为它特别骄傲嘛，特别臭屁。里面的酸的是你怎么调？这个是醋来的，这个是用纯糯米酿造的一个醋。这是用纯糯米酿造的醋，酿造的醋啊，吃了那个人可以帮助消化嘛？哦，这以后上下通气不咳嗽。这个吃多一点都不会觉得油腻和很饱，因为它酸的嘛，可以消化。这个特别开胃，有花生开胃嘛？因为醋。霞霞怎么样？二个 ，very good， 怎么样？酸酸甜甜的味道，酸酸甜甜，跟你刚才这是一样的。好，霞姐，别躲了，霞姐来，霞姐，师傅不是我，您这个味道是挺重的。来吧，小霞，给您留着啊。三号火锅，火锅里的黄金，可以上山打老虎。哎呀妈呀，这个。来，您戴上眼罩吧。首先这眼罩是跟别人不一样，它是自己的。三，哎呦这味儿。二，哎呦真的。一，哎呦。哇！哎呀妈呀，榴莲有没有，老板？是。小霞，你能不能吃榴莲？可以啊，超爱。嚯，那就厉害了！我搞这更确定。尝一下汤底。对，来，在这儿。好香啊！你觉得是什么？等会儿。别打，别打嘴儿。榴莲。你不会猜到里面还有鸡，对不对？榴莲鸡吗？对啦！哇，这都被您猜到了，太厉害了。这叫大龙凤，是广州首家大力推展的榴莲鸡堡店。榴莲鸡啊，好香啊！你们赶快来一点。榴莲是比较极致的水果，是会不会担心有些根本就吃不了榴莲的人，就完全绕开你们店子走？不会，不会，因为我们一天要卖150多包，100多锅，一个月将近7吨。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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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还有小霞绝对是爱吃榴莲的，对呀、啊，这东西可以吃，得分享哦。吃这个会不会上火？这个不会上火的，因为我们这个榴莲鸡包呢，就有这个粉果在上面。对，你看这个就是粉果。哦，哎，这个就反倒不会上火了，不会上火，因为它比较清凉，中和了。那什么东西啊？这是炸糕吗？是放下去煮的，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油腻劲。我有好多广东的朋友，广州的朋友啊，每次我去广州就说，哎，韩哥要不要来吃榴莲鸡火锅？对，就很多广州人就是把它已经作为了一张美食名片，向来自外地的朋友推荐。哎呦，那张伟老师来试一下，尝试一下，试一下，凑吧，人生难得一凑。我觉得特别像那个包子呀。这搅成汁儿的感觉，包子真的搅成汁，特别像那种肉包搅成汁儿。你会吗？吃吗？我刚刚尝了，我刚刚。你要不要试一下？可以把榴莲带回家。牛年带回家，牛年青春。可以呀、啊，有点像那个榴莲的冰激凌，然后放上盐的感觉。火、哦，好了，各位，好、哦，最厉害的阿兰现在已经阿兰阿兰阿兰啊，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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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伤害呀、啊。四号火锅，人间至味。一滴精华，千般滋味。各位，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个人觉得最厉害的一个锅啊！真的，请戴上眼罩，真的真的。三、二、一，哦、哎呦、哦哎！这颜色，这颜色，黑暗料理，黑暗料理，是虫子吗？你先闻一下。哇，这个太黑了，这个黑手特别黑了。哎呦！虫子我不能吃的。好，我们再给你弄一点。来来来，爬的那个，往外爬了。哎呀哎呀，爬出来了，爬出来了，用那个往外爬的吗？哎，
韩哥，韩哥，我知道，我把这个耙子咬进去。你喝的时候马上闭嘴，要不然容易到嘴边，嘴边。别再说了。来，阿兰，没事没事。你相信韩哥，你先尝。要没有吃的，你也得吃。对。尝一下，尝一下。没事。当心走开，那别人倒喷在脸上了，吐一口，什么感觉？什么味道？好苦，你觉得这是什么？我觉得这有点像那种中草药，猜不出来，反正猜不出来。苦，你已经吃完了，要不要听名字？好，我们打开眼罩，看一下你的这个锅，跟别人的比起来，也看见什么了？还好吧？我们请他们说出这个锅的名字叫做牛瘪火锅。牛瘪火锅也叫牛粪火锅。来，建林。你告诉大家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告诉大家就是在杀牛之前，然后我们把那个胃里面胃液过滤干净之后，再用我们家里面的那米酒搭配起来，然后就做起来就是牛瘪。观其色，闻来一口，来一口，其鲜。你们做这个牛火锅多长时间了？七年了。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啊？不是，这是贵阳的一个特产。哦，我跟你讲，我最爱吃贵州菜，但也这个太意外了。对，太狠了。鱼腥草啊什么的。这是黔东南地区我们的侗族的朋友祖辈传下来的一种食物。这是以前啊过节的时候贵客来的时候才能吃的东西。哎，这种奇怪的东西对人体是很有好处吗？那肯定啊，就等于是清热。清热，清热解毒，对对对。我尝一下，怎么样？我尝一下。但是为什么会烤肉？真是可以。因为它里面有牛胆。哎，牛胆。好，谢谢斯大令奶火锅。接下来就要进入到紧张刺激的投票环节。我们首先要评出的是火锅其中奇：番茄奶盖锅、臭屁醋火锅、榴莲鸡火锅、牛瘪火锅。开始选择，我哪家更新更奇更有味儿？这个所以各位获得胜利的就是最新最奇火锅其中奇的就是我们的牛瘪火锅。牛瘪火锅，牛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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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新又奇又有味儿。接下来是北派、川西和粤系三大名锅，究竟谁是火锅霸中霸？我的天哪，这个厉害了！小霸王，三家到底谁的口味能够得到我们天天兄弟和四位锅霸的青睐？有请三大名锅的代表回到舞台。来，火锅霸中霸争霸赛，我们还是从一博开始选啊！来，一博，一博，回想你刚才吃的三种味道：老北京一条龙涮羊肉。四川大龙燚麻辣锅，潮汕八合里海记牛肉打边炉，到底是北派、川系还是粤系？请站位。我站这边，站这儿。为什么？那个牛肉丸特别好吃，特别 Q， 觉得牛肉特别好吃，好不好？前方，哎，我同样是这里。为什么？因为我钟爱他们家的牛肉丸。打张伟，我要选择的就是北京队旁边的这位，因为这特别入味，然后吃起来特别开心。阿兰，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肯定是这样的。必须的噻。家里的自己的照片都放在那儿了，是不是？你要是不选那个，就把你照片弄成黑白的供在那儿，你啊。蒋梦婕，其实我都很喜欢，我选。北京，北京一条龙，北京一条龙，从小吃北京的啊。好，我们的张亮，亮亮，我要选的是，你选哪个？北京老火锅，因为对于我来说是种情怀。哎，年少时候的记忆，对对对对对，童年都在里头涮。虽然就是这个我们涮的这个菜品和这个肉品种类不多，但是真的是从小吃到大。或者就是这就是北京人的这种单纯的劲儿，对，就是这个味儿，没那么复杂，对对对，对不对？平手了，完全不像平手了。小霞，因为您的这一票，他们会带一块匾回去，匾上写着几个字：
火锅霸中霸，小霞钦定。哎呦，我的天，加了几个字啊？啊，这个厉害了，黄小霞钦定，对吧？今天晚上这个舞台上的，对。最感动你的是？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今天晚上这个舞台上的，对，最感动你的是？我选潮汕。哇，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晚的火锅霸中霸就是，是我们潮汕的汕火锅。我们也感谢其他几家火锅的代表。是的，我们最后为两家冠军进行颁奖礼，我们有请李小姐，掌声有请。哇！我们首先有请阿兰，刚才品尝了牛瘪火锅，你给火锅其中旗颁奖。下一一。火锅其中旗，火锅杨倩玲，其中旗就是牛瘪火锅。接奖牌，小霞，小霞给火锅霸中霸小林总颁奖。来，小霞给他们授牌，火锅霸中霸，霸中霸，霸中霸，恭喜恭喜恭喜！今天我们看到了各色各异的火锅，寒冷的冬日家人坐在一起吃个火锅，哎，那种感觉是热气腾腾的幸福感和快乐感。幸福，对，火锅当中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比如说团聚团圆，所以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些可爱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选出火锅其中旗和霸中霸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接下来呢，小霞还给我们带了音乐，没有没有烫黑胶的，哎，黑胶，黑胶蒜黑胶，有吗有吗有吗？有啊，就来了专门给您带的。哎，我的天哪，小霞姐的黑胶，哇，这个年代还做黑胶，这是我小时候听的那个。尊重音乐的人，这是。天哪，我家里刚刚装了黑胶唱机。哇，这是给你的。韩哥，你们四位都有。韩哥，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小霞的支持。火锅此切，朋友足切，请速购置黑胶唱机。你是我世界上见过最好看的人。不是。你好好练。您你来来，你是我从韩哥手里抢回来的，明明是抡回来的，抡回来的啊，抡回来的，是这样。谢谢支持小霞，祝天天向上。对，谢谢，感谢小霞。好，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月25号呢，将会有大张伟在武汉客厅有演唱会。同时，我们也祝愿12月30号张亮的电影能够大卖。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短片，我们将看到一位37年坚守在岗位的乡村教师，他用食物为孩子们烹饪着家的味道。一位老师，六名学生，这是湖南安化山区彭家学校里的所有的人，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这位乡村教师王玉武已经听了37年，对他来说那就是最悦耳的旋律。37年前我16岁的时候，在当时的学校担任代课老师，那个时候学校老师人手非常紧缺，校长就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留下来任教。我再三考虑后，依然放弃了高考，留下来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在孩子眼中，王玉武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更是给予他们爱和关怀的亲人。爸爸妈妈到厂上打工去了。
我妈妈去拿三根茄了。在一个新屋打工呢，就直接我给她生豆呢。说实话，我也有过去条件好的学校工作的机会，但是看到孩子们那种迫切希望的眼神，我就在这个城小扎根下来了。和王玉茹一起扎根在学校的还有她的丈夫，学校的御用大厨冯少杰。夫妻俩希望用他们的爱来填补孩子们空缺的心灵。就让我自己这个家，那就是第二个家，他们吃得高兴我就开心了。今天我们吃火锅。寒冷冬日里的火锅散发着腾腾的热气，王老师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那种幸福不言而喻，那种温暖。吃点米饭啊。更好呀，你的儿子，来李勋，还有蘑菇呢。火锅好不好吃啊？虽然我们这个学校条件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跟孩子们一起觉得很温暖，很开心。真的是啊。从餐桌到课桌，王玉茹像母亲一样，她身体力行地把责任、关爱这堂人生的课程春风化雨般滋润到孩子们的心里。那是一种坚持，坚持着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那是一种守护，守护着孩子们报效家园的梦。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天天向上，冬日美食第三站，烤物片。这一刻更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提醒您关注下期看点，超爽、超满足、超过瘾。我觉得今天现场喜欢烤的人应该不多，对不对？走遍天下，就是天下，天下美味尽在胆味，用爱心创造美味传奇。喜爱潮汕烧烤，不能少。太好吃了。请啊！欧耶！地道小烤，让你欲罢不能。砸在人脸上了！来吧！人秀美妆，纯咸欲滴。原来精华就在脖子跟尾巴，我今天知道了。黑刷刷。这就是活着，这就是活着的感觉。下周五晚，天天向上，烤烤烤，跟天天兄弟一起烤走烦恼。Let's go, buddy, buddy, oh, daddy, oh.